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人在永平，我来了永平那么多次，都没有注意到原来这边有一间外表壮观、设计精致的庙。这一间庙就是黑龙洞。我们可以看这个庙很高，然后它的装潢又带有复古的味道。这一边庙又属于张公胜，这边有罗汉，这边也是有很多罗汉。所以他的罗汉就是在大门的左右边。楼下有地藏王菩萨跟观音殿。
人可以看它这个洞里面拥有很多这个金元宝。元宝啊元宝，末了放进口袋。Later.
吃了午餐，我现在就来到佛陀村。可以看啊，一个地上的砖块都有这个莲花的图案。那我们现在要漫步走到最顶端。
这个底点走到这个最高点，这个路程应该有1公里左右。走到最顶端是浴了火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漫步走回去原点。1 hour later， 我现在来这一边做 check in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晚餐，我来到这边老詹茶禅寺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他的店不是很起眼，我在这边转了2天，我才找到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他的水，一杯跟一壶的差别。